电音天后谢金燕出道多年，但仍保持得相当冻龄，不止身材脸蛋都完美，就连创意也不输给年轻人。昨25日是圣诞节，刚好也是谢金燕的生日，她在 IG 晒出一段庆生影片。片的最后，朋友表示50岁大寿，让原本开心跳着舞的谢金燕突然停下来大喊一句屁，而后还发出哭泣的声音。按照国历来说，谢金燕今年应该是满49岁，还没50岁，不过因为习俗上逢九不过生日，所以才会被说50岁大寿。此外，他在贴文中也搞笑表示50大寿，搞错了吧，母难日，妈谢谢你，让不少粉丝看完后除了祝贺之外，也惊呼谢金燕竟然已经49岁，完全看不出来，超乎想象的会保养。